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告诉我们如何用慈悲观来面对我们很难克制的七情六欲，同时呢，来破除执着，抗拒诱惑。可是有些人会想说，如果我慈悲别人，而别人不慈悲我，那么是不是划不来呢？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孙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讲那个慈悲观啊，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很好的，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啊，存在着弱肉强食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现象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疑惑，觉得说，那么我处处慈悲别人，可是别人会不会慈悲我？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，面对这个名将利所跟，或者是说名利的争夺，或者是美色的争夺，我是不是就吃亏了呢？我是不是划不来了呢？师父您的看法怎么样？眼前亏一定吃了，吃定了，但是呢，把自己的前途放远了看，把自己的世界啊放大了看，不吃亏，而且呢是啊有益的。慈悲的意思是啊，让人家能够有路走，让人家过得快乐，让人家有希望，让人家有自由。对，就比如说我们走一条一根木头的叫做独木桥，在独木桥啊，你不让他，你不慈悲他，他也不慈悲你，那在桥上面的怎么样？一定是啊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很可能呢，两败俱伤，就两虎相斗啊。不是死就是伤，那这个时候，伤的是吃亏的，死的更吃亏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占便宜的。如果说你让一条路给人家走，你慈悲他，他的确是占了便宜了，你是吃了亏了，可是你没有死掉，你也没有受伤，因此呢，所以当他见到相持不下，见到一种啊非常强的、强硬的一种啊对手的时候，自己明明知道争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，那是放下吧，自己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以这个慈悲还是为了保护自己。这当前看起来好像是啊，自己是懦弱，自己是失败，人家是成功了，但是这样子的懦弱是保全实力，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安全，保全自己的啊这个不受啊伤害，那至少不受重大的伤害，那让一点人家慈悲人家，让人家过去，让人家过去，自己至少还在。所以慈悲很不容易，说你慈悲他，他也慈悲你，很不容易。那么你慈悲他，他是不是可能有慈悲你呢？这个机会几率有，并不是没有，但是呢不高的。所以这个还是从啊自我的保护这个方向来讲。但是呢，你既然慈悲了他呢，他以后是不是会感谢你？有的人会感谢，有的人说活该，你不要嘛，我比你强，所以我抢到了嘛，这个我不一定要感谢你啊，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我得到的，所以 你得不到吧。那么这种情形呢啊，这个自己不能够说啊，就算是啊怎么样，多大的一个侮辱，或者是耻辱，或者是自己觉得和自卑用不到。是。不过呢，我们中国人说当仁者不让。当仁不让，对。如果你让他以后呢，他是伤害人的。你让他以后，你慈悲他以后啊，他是得寸进尺，进尺，
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让，不能让的时候怎么办？看，要看你自己的力量了。你有这个力量，你要估计一下，有这个力量要争，争到底，否则的话他会伤人，他会伤害更多的人。所以这是慈悲的方式，是要考虑。是，可是我觉得就说，很多时候哈，人我们一直在谈感情嘛，面对感情割舍不下，很多人会想说，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，我实在是收不回来了，就不甘心、不情愿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慈悲观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效果？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们常常听到说啊，经验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是从啊吃亏之中获得经验，从自己的挫折之中获得经验，从自己的失败之中获得经验。你已经失败了，你已经呢付出很多很多了。这个时候你还要想，一定要把它追回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好像赌钱的人一样啊，赌钱赌输了以后啊，老想翻本。对呀，我输了这么多，你用了这么多去，赢了那么多去，我一定要把它翻本，想办法，我再借钱，借了钱我再跟你赌，借了钱赌掉了，赌掉再借钱再跟你赌，越赌输了，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，这是愚蠢啊。你在爱情上面也是这样子，友情、爱情、事业各方面都是相同的。明明你自己的不是对手，你自己已经输定了，或者是你输的很多了，你不要再越陷越深了，赶快撤退。这个丢掉了怎么样，输掉了怎么样，就算是以此为戒，至少学到了经验，学到了经验，那就够了。是，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我想，慈悲呢是对别人慈悲，事实上呢也是对自己慈悲，所以常常发起慈悲心，对我们来讲做人处事都会有帮助的。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